啊，除了八顶角有八个字旋之外，在每一个面心的位置都有一个字旋，面心，所以是 FCC， Face Centered Cubic， 啊，面心立方结构。所以我的金格改成面心立方结构，这边是 Simple Cubic 简单立方结构。简单立方结构做完之后，想办法做面心立方结构的这个它的热力学性质，同样都会有相变，要把相变温度决定出来。这些问题都不用考虑这一块，就 J 就好了。好，这里是 J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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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们之间也都是 J， 就是，等一下，这曲子不是附近一样，每一个晶格点 FCC。下前后啊，立方体的 A， 然后到面心这个晶格点，这个晶格点到这个面心，到这个面心，每一个晶格点有几个面？有一二三四，转过来。总共十二个面，对不对？每一个晶格点，它会有四个面，再加上这样，就四个面，对吧？这样的面，这样的面，还有这样的面，对不对？这样。这样，所以有四个面会切过它，所以它应该有这样的邻居，长度距离是 A 的邻居有六个，要懂我意思吧 ？FCC 里面距离是 A 的有六个，距离是这个是多少？因为这是 A 嘛，所以这个是根号二分之 A， 对不对？所以根号二分之 A 的有十二个，这样了解吧 ？A 的我们都给它 J prime， 这个都给它 J， 因为这个讲过了 ，J prime 当中比较远，这样了解吧？你先做 J prime 等于 J 的，所以全部大家都是 J，OK，、okay, 我们只考虑近邻的 A 的跟根号二分之一的 A。更远的都当作没有交互作用，就只有考虑六跟十二，每一个晶格点有十二个邻居就对了。六个是比较远的是 A， 有十二个比较近的是根号二分之 A。OK， 根号二分之 A 的当作 J，A 的当作 J prime， 然后先做 J prime 等于 J， 然后再做一个 J prime 等于零点一、零点二、零点三这样。OK， 好，看看我的这个磁化强度的温度有什么样的改变，可以了解吗？哦，一样，一个月后你们两个要报告，一个月后差不多就是期中考前了。OK， 你们也是一样，大家轮流报告，一个月后啊，三组人，大家轮流来报告你们做的结果。OK， 那按照次序，最简单的先报告。那隔一个礼拜换你，再隔一个礼拜换你。好，可以，这个号程可以。